好，今天是振兴五倍券领取的第一天，让我教大家来怎么做吧。好，帮我实名制一下哦。咖啡第二杯七折哦。来，健保卡插进去，按振兴五倍券，这边有一个领取按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同意按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确认按一下，资料无误就按确认哦。小白单就出来喽。健保卡记得拔出来。你好，我要领券。你出示你的证件哦。这是我健保卡。好，核对无误，谢谢。健保卡还你。好。是你四张优惠券。谢谢。这是你的五倍券，总共有五张200，两张500，三张1000，请核对一下。没问题哦。没问题，后面帮我签个名。谢谢。当你领完五倍券的时候呢，他会送你四张价值500块的优惠券，拿来买这些买二送一的东西，相当划算哦。